嘉义水上商圈文化观光发展协会和水上乡公所合作，以水上的小吃为主题，举办第一届创意料理比赛，来拼谁的料理上有水上味和创意。那今天的一个成绩，我们会在明年的一个乡宴上出现。那我们希望明年我们还有一样的一个活动，还有特别的一个创意。那尤其是今年我们是第二代，还蛮多的一个乡镇里面，就是在创造出很多的一个创意料理。然后我们希望明年就是可以再继续，都可以透过创意发想到我们的行销水上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，是我们未来推广在地美食的首部曲。明年呢，这一次得奖的作品，明年会在我们元宵节的乡宴呢去做一个一一的呈现。水上相关协会理事长林怡晶指出，今年以水上的小吃以及在地食材为主题，成功吸引真侪投资商、店家来参赛，大家发挥创意，做出真侪独一无二的美食。经过评审严格的评选，选出上优质的水上家乡菜。那大家都知道说民以食为天哦，现在所有的观光旅游都要有这个饮食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元素，所以水上乡未来公所会跟商圈会持续努力，好好的以美食为基础去推广，让更多人会因为美食来到水上去进行消费。乡长林湘婷讲，未来公所会和水上商圈继续来合作，让更多人因为美食来水上消费。除了发家更多水上的创意料理，也让水上家用好滋味，透过少年参与团体内。记者黄佩佳，观潮报道。